如果是迪克牛仔的话，你每次都要带一个出去。哎，两个都是。哇，迪克牛仔，迪克牛仔是什么来着？哦，迪克牛仔我真牛，我有点不擅长这个。那会儿好圆润啊。迪克牛仔我真牛。圆润，用圆润形容自己是吗？迪克牛仔你真牛，谁真牛啊？哦，安宇，你是不是又瘦了？三句两。我比那会儿瘦了点儿，我那会儿好胖。现在看。有多少爱？来。没有了。预备，走。迪克牛仔他真牛，迪克牛仔他真牛，迪克牛仔我真牛，迪克牛仔我真牛。哦，我想起来，我这个玩的好烂。是我。你真牛。好 ，yes。预备，预备，走。迪克牛仔他真牛，迪克牛仔他真牛，迪克牛仔我真牛，迪克牛仔他真牛，迪克牛仔我真牛，迪克牛仔他真牛，迪克牛仔我真牛，迪克牛仔我真牛。没事，我们消耗他体力。现在看来，汪洋确实是比较，我一张卡都没拿到。你一抽到底细位置都没有拿到。抽到的时候说的是擅长。我之前，反正我的记忆中，我拿到卡的次数屈指可数。崩掉了。哎，迪克牛仔，试不试一下？不试，直接来吧。直接来，又直接来。我因为我玩这个不太擅长。啊，太好了。预备走，迪克牛仔我真牛，你真牛。吴宇老师，好，我赢一局了。预备走，迪克牛仔我真牛，迪克牛仔他真牛，迪克牛仔你真，迪克牛仔你真。你真是不擅长，我真是不擅长，反应不过来。我觉得我反应能力有点慢。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你是个善良，永远都觉得别人是最牛的。来，快点，快点。来，哦，让我抽迪克牛仔。王者归位。我抽了个啥呀？我都忘了。第二个宝藏。吹呀吹，吹呀吹，吹。谁先？都可以。我怎么都没有印象呢？我玩过吹呀吹。哦，玩过。嗨。我想起来了。对，迪克要咬住所有的牌。这么点。就这么点了。哦。哇！牛啊！哇！打死你！行。好厉害。说吧。那我就只能重生了。对，你想复制谁的道具？给我再来一筐榴莲。好嘞，我们这儿还有香薰蜡烛，那个画片。那蜡烛吧，蜡烛小一点。我其实那会儿好想要一集短剧。国哥第一期录完，他说他比进来的时候瘦了4斤。走路走的。两个宝藏录完。卡住了吗？哦，卡住了。不合适。但中间也没法控制啊。哎，卡住了，还是结束了？哦，有点卡。哦，结束了是不是？嗯，好像对，第一个片段结束了。第一个片段就是我们的迪厅，迪厅、嗯、确实迪厅也玩了好多小游戏。就武艺嘛，武艺哥一直在说迪厅的游戏其实挺适合大家去平时聚会啊或者什么时候都可以玩的。对、嗯，我们也可以说一说自己迪厅里最喜欢玩的是哪个游戏。而且这一关这一趴我问了，可以随便剧透，后面的游戏也可以说，是吧？好，嗯，刷我地卡，刷我地卡，对，大家还不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了吧？你俩你跟大家介绍一下。想起来了，对，就是迪哥在面对迪哥，然后如果做了一样的动作就要说刷我地卡，然后如果做了不一样的就继续。方向就是指向你的这个上下，左上右上左下右下左下右下，对啊，如果只对我们就要刷我迪，刷我迪，刷我迪卡，刷我迪卡，对，刷我迪，刷我迪，刷我迪卡，对。安宇嘞，我比较喜欢那个迪哥的那个，就是惊天魔道迪。哦，真的出现了吧？那个还没出现吗？出现了，那个出现了吧？嗯。但后面因为我们不是出现了那个各种不同的名字嘛，那个球的时候主要还是可以运动一下。是的。
我们自己的店啊，那个可以说吗？最后一期的时候，不知道啊。我们自己开店的时候，我听听看。先喜欢，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跟毅哥不是。哦。嗯，最后那天下午，对不对？对，真的也很有意思。是，可以说说，没事，可以说我们自己，我跟毅哥不是变成了两个就是迪厅的后，对，迪厅继承人。嗯，但是我很想给大家玩那个游戏，但是我没抽到。其实我很想给大家玩一下，我自己想要去换一下那些小蓝小红的。嗯，后面几期。把那个球的颜色取名字真的非常有意思，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个名字。我们每次就是期待选到那个丁天魔到底，然后给球起名字，起完名字其实就不怎么想玩了。太有意思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小天你喜欢玩什么？小天呢？的时候，丁天魔到底我也是。是吧、我也是，我好像第一个抽到今天魔道迪这个游戏，但我没猜出来。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杨哥那次，他抽到之后根本不管迪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是什么，他直接就第一天的时候啪啪啪全都拿那个猜对啊，那个很帅。但我有一个游戏一直没玩到。嗯，什么游戏？四D Fast 哦，三 D Max 有个三 D Max， 然后有一个四 D Fast， 我一直没玩到，好想玩。对的，那个赛程就是一个、啊，抽扑克牌的游戏，双方轮流抽，然后如果抽到自己选的花色就积一分，然后一个看谁积分达到某条线的这么一个游戏。对，嗯。其实后来因为咱们都寻宝太累了，不想走了，根本不想玩这些什么忙忙碌碌、汪汪汪这些特别累的游戏。不行，真的不行。就想要那种就是凭运气的游戏，不想动了。是的，行，那我们马上就进下一段陪看了。但下一段陪看有主题，它叫贴脸开大，因为今天咱们四个直播嘛，他要看的都是咱们四个在节目里的一些节目组挑选出来的名场面。哦，对，看看第一个是谁啊？第一个谁要被贴脸开大？贴谁的脸？我哥的脸。好，三。哦，我知道了。一，出发。第一天嘛。嗯。来这个。好，发你们先放好啊。发夹还是我们发夹是吧？发夹。就地取材组，我们是对。哦，这是夹字音的那个吗？我不知道夹什么。对。夹什么？夹。真的会写。夹字音。夹字音。Yeah。等一下，好像不太夹吧？不太夹吧？字音，夹字音，夹字音。哇，这个好精彩呀！可以，我觉得这可以，可以提升这么大音。拿一本英文的书来。我跟你脑子转的好快。对，我那个。我那天我觉得大家，我脑子很犹豫，我原来第一次见面要这样吗？这是咱们玩的第一个游戏吧？因为，我们是迷失组，迷失了一哥。哦，饭是吧？嗯，很讲究卫生。吃了，我怕浪费。你们现在少了一个人了，对，因为你们有一个夹子音被扣下。哎，声音，我们会永远有人发出夹子音。是的，你的声音在这个游戏结束之前都不能变，不然这个物品就算损坏。我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饭碗碗饭碗碗碗碗碗。我想让杨哥找一个。英国侦探，对，英国侦探。刚刚是你们到夹子，夹子音。英国侦探，夹子音和英国侦探是English侦探，英国English真的有点牵。
因为是英国侦探，是后鼻音，是英国。夹在我的容里了。英国侦探福尔摩斯到了，我先放这儿了。碗兜子逐渐离谱。碗兜子，这个是碗兜子，这是菜篮子，我认识。这个是哦，音响设备，音乐设备，音乐设备，音响设备，音响设备，这个没问题。对，这个厉害，这个厉害。不用看，因为已经找到了。这个是贝，不要这个。贝克街，贝克街住户，住户。贝克街住户，我个人觉得这个贝克街住户，你得清晰的找到那。跟英国侦探杠上了。贝克街。晚餐具来了，晚餐具，然后带有午餐具跟早餐具，但是他一般是你再给我打 back up， 我本来想容忍他们一个贝克。